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ma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拍拍看我平时的真实日常。嗨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素颜的，从早上跟露丽酱一起玩，我每一天大概3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样跟露丽酱，让她出来一起玩。我最近常常在很奇怪的时间睡觉，我晚上睡不着。然后，一直弄东西到早上了，这样子。早上我每次先做的事情就是梳头发、洗脸、保养。我最近的保养都在用这个无印良品的。保养后刷牙，时间已经8:30了。我熬夜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熬夜，我老公是正常睡觉，所以要叫老公起床。老公，嗯，化粧をしていく。化粧完了。今日はバレンタインだからこれ着ようかな。化完妆后用离子胶卷做头发，我每次做的造型都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发尾的部分往内翘或者往外面翘，很像鬼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先吃早餐，然后去买在影片里面需要的东西。在我们住的比较乡下的地方呢，都要开车，每次都是六开车，因为我不太喜欢自己开车。嘿，我们来吃早餐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想要早点拍影片，所以早餐就吃简单的便利商店的东西好了。在便利商店买早餐的话呢，我每次都会选一个饭团，还有小小的沙拉，还有味噌汤。味噌汤跟饭团吃对我来说是一个 set。焼き鳥桃塩も一つください。はい。一人温めますか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焼き鳥七味つけますか。七味は大丈夫です。因为在便利商店里面一定会有热水，所以这样可以直接做味噌汤。等一下我们直接去买东西，所以先在车上吃刚刚买的早餐。我饭团里面最常吃的口味就是这个明太子。嘿嘿嘿，没错，这就是我吃饭团的时候的享受方法，一边吃饭团一边喝味噌汤呢，咸的东西这样。好咸哦！我们来到东区后边买东西。因为这一天是情人节，所以你看巧克力几乎都被卖光了，我也是来买等一下要做给六吃的巧克力的材料的。还有家里已经没有的纳豆啊、梅子啊、麦饭等等买一下。最后再带走百元店看等一下做好的巧克力要放的盒子。我这次要做的那么巧克力托里佛的材料就是呢，一袋巧克力200克，还有那么克里姆，然后最后在外面撒上这个可可啊。哎，我好像第一次在情人节亲手做巧克力给六，我好像一次也没有做过。
我真的很久没有这样亲手做零食，小时候常常会，但是长大之后不会了，每次都会去已经做好的好吃的巧克力。好，这样最辛苦的切巧克力的过程结束后，这样放入温温的鲜奶里面，让巧克力融化。接下来准备冰块水，让刚刚做好的巧克力稍微冷掉，弄硬硬，这样才能够做一块一块的巧克力球。做完之后，先把它放在冰箱里面。这个回的巧克力是我要写给老公 message 的。我们太心破裂了。啊，切巧克力很难哦，没关系，再挑战一次。耶，成功！我切好了，虽然字很丑。最后呢，把巧克力用手做圆形，然后外面撒上可可粉就完成咯。对，这个很像辣椒似的这个纸放在盒子里面放巧克力，这样就可以给老公啦。好，我们六弟弟的声音太好了，妹妹，梦圆盖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因为在床上睡觉的话，我怕我睡太多，所以我先在这里休息一下。睡午觉真的很舒服，但是前一天熬夜的话，我常常会不小心睡太多，这一天也是。原本你可以的，我结果睡了五个小时。醒来之后去厨房看有没有可以吃的晚餐，家里有这个鸡白汤拉面，我知道用中文念的话大家会笑，可是现在在日本真的有很多这个鶏白汤拉面。开始做影片之前，看一下昨天我上传的影片的大家的留言。昨天我上传的日本人的流传的影片已经有19万，这个系列真的大家很喜欢，我也很开心。月马的食量其实意外的大耶，超喜欢看月马吃东西，哈哈哈。我的食量，我是中胃丸啊，不是大胃丸，只是我常常一天只吃一餐的日子很多，所以那也很拍影片看起来，哎，又妈很会吃东西哦。可是其实一天里面吃的量我没有很多，每次看着你的日常视频就很有食，所以就一边看一边吃宵夜。我也是很喜欢跟别人吃东西的，看就会很有胃口，很想吃东西，所以我也常常会一边看别人吃东西一边自己也吃这样子。可是有的人是不喜欢看别人吃东西的吗？像我家六管，我每次看到喂完的时候，我会给六看，然后他会压嘎了，我是很喜欢的。好吃。今天的这个影片就是我的真实日常生活，所以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，可是这是真正的我的最近的生活的感觉。我当 YouTuber 也喜欢比较公式的对相机讲话，
介绍某个东西也是很不错啊，可是我另外喜欢的风格就是像是日本人的立场那种比较真实的，我做自己的日本人的生活状况给大家看，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事情。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真实生活的影片的话，给我一个赞，还有请留言告诉我，这样子我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影片。那我先这样子咯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